大家好，我们是巴迪迪跟香蕉哥哥。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水果。我们既然不知道你叫什么的话，那你就当我既然不知道，你就当个榴莲吧。啊，榴莲，那我是榴莲哥哥。啊，那他是什么？他是什么？他是石头哥哥。再见，石头妹妹。呜、哦，啊、哦欸，我觉得要讲一句话。讲来，你说。如果早安美之城盖在你家隔壁，我们是不是要去吃早餐？对，那我就每天去吃。我们现在要早安美之城啊、哦！我们现在去，对啊，走啊！你到底要来快点？如果早安美之城盖在你家隔壁，那我会看到风破在这边。真的吗？风破？哇，我们有服务生了、啊，有服务生了、欸！哇，喋血事件啦！哇哇！殴打早餐服务人员！哇！哎、欸，他拿铁剑！哇！我拿石剑呐、啊！哦，一群疯子。那我们还是不要吃早餐好了。我不吃早餐。嗯，我们不吃早餐。啊、那我 们,、啊、我们今天的安家要做什么？我们就吃晚餐。我们盖我家牛。牛排，你家牛排，盖你家牛排。我们安家真的是这个吗？我们要盖你家牛排？那不是啊。那我们大概旁边那一个牛的牧场大概就会消失了吧？我们有养牛，没有，那是农畜大楼、欸。旁边的我们有养牛啦，我们有养牛，怎么我们不记得我们有养牛？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哎、欸。而且很多哎、欸，旁边叫的这么，就跟牛在一起好了，叫的这么凄惨，结果你们竟然不记得。他怎么全忘记？不是他什么时候生这么多？谁是我？我不明白，我没有功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成就呢，要解的东西是送子鸟的礼物，不是？哦，不是哦。哦，我们今天的成就是做一把钻石剑，然后就结束了耶！哇，好，那大家快啊，我们来做钻石剑。原来你们做的是五分钟，我是不知道、欸，五分钟安家生存哦、啊，太快了吧！对啊，有够快了。好了，不是啊，我们今天要来改，我们要来盖城堡，我们来盖城堡。真的、哦，你我们要谁的？哦，几岁啊？在盖城堡哦，这么简单哦。还有他不是讲说用红砖盖城堡，要不然爆了。No， 我们没有那种东西，我们不屑那种东西。我们都是泥土盖的。我们今天有两种材料，一种是。鹅卵石跟木头，然后如果你要用泥巴也可以。黏泥巴，嗯，想当初出生还是黏泥巴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用四个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四个人用这个箱子里面。等一下，我们东西怎么少那么多？好可怜哦，好可怜哦。就剩这些东西，我们来盖一栋城堡。然后，那我们用吊杆来盖。为什么？怎么盖啊？我不知道。我先啊，讲干话，讲干话。啊，枪卡，枪卡。我几顿哦。像我觉得在夜妹出现之前，这边就会先全军覆没一次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、啊？我们已经是不是已经全军覆没过好几次了？没有啊，上次冷梅掉进岩浆里，那不算对啊，只有冷梅啊，冷梅那么雷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！哎，我们家还有点沙哎、欸，需不需要沙？好啊，你要撒在哪里？捏泥巴，捏泥巴。我跟你讲，下一集安家就有人叫我们去捏泥巴，我跟你讲。拜托不要。请说一些在麦克可以做到的事好吗？风波！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哎，这个给你好不好？那够种子后面啊，对啊，你给他什么？哦，拖鞋一双，一双白色的拖鞋，白色的袜子，还送一朵花，还给我一朵花，你是郁金香哎，还好不是罂粟花，你可以嫁了。哦，哎，你为什么拿横膈膜？我看到了。啊，我们城堡要盖哪里啊？天赋就天赋天赋啊！不行了，小白就拜！不行了，我决定我先来盖一个正方形，然后你们帮我盖柱子。好，好啊，帮我们来盖一个香炉。我们来看我们有没有默契，好不好？我们看我们四个人有没有默契盖同一个东西。我怕石头不够。我已经知道了，这我不知道你们在盖什么，我反正我光是看这个雏形应该不行。你盖我、欸、有叶妹了，叶妹谁、欸、老妈？你妈啊！我被你妈打了。我刚看到叶妹从你屁股咬一下。我自己然后再走掉。哎，救命啊！老妈在打我啦！啊，她只打你又不打我们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不就你妈吗？谁你妈啦？哦我们今天有你妈始祖风波。这根本就不是城堡，这根本迷宫吧？这是什么、啊？这是城堡吗？我们真的在盖城堡吗？这是红色的移动城堡。你确定我们在盖？是啊，不是啊，本来。本来应该，我本来这个背景，为什么突然你叫声？迷
宫冰淇淋，迷宫冰淇淋，这样根本不管有多少东西都不够用啊！健康真欢喜，我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哦，叶妹来了、欸、哦你看，哎、欸，他只咬你啊，他根本就不咬我们。听到了，不睡觉的孩子哦，都不睡觉、哦，就睡觉了，我就睡觉了。哎、欸，不准睡，给我回来上班哦。不行啊，不睡觉他等一下被他咬，我不想被冷梅咬啊。我附近有怪物不能睡，已经不能叫，已经不叫老妈，已经变成叫冷梅了。哦，是冷梅哦，冷梅、哦哦，冷梅不要来了，冷梅香炉石子在天空。哎、欸，我们翅膀好高哦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、啊？没有啊，那个不是柱子吗？哦，这是柱子哦。我一直在盖柱子，然后一直有人把它给全部淹过去。谁？我是不哦，他死掉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没有，还没。他在你后面，欸、他不要火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限时啊，限时五分钟啊，我们看能不能盖出什么鬼东西来。当然是好啦，不管怎么样，盖出来的东西就是城堡，好不好？嗯，对。我们啊，我一看就知道。风破不要打我啦，我没有打，好不好？啊，谁啦？哦，石头，火锅、欸。现在没有路可以进去了、啊，算了，我外墙直接用我外面柱子直接用木头盖好了。好，可以。已经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因为我不管怎么用石头盖，然后都会有人把它硬是把它盖，硬是把它接上去，变成房子的一部分。变成我盖个屁，变成爱你的形状，一看就知道我们超级没有默契。被饿烂死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叶妹，我来帮你们对付他好了。可是我一拿剑，他就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叶佩，石头冰淇淋，石头冰淇淋。等下去。也许他是，也许他是神兽，我们要收服他。也许他是香炉使者了。那你的宝可梦球呢？香炉使者来了，他只咬天赋，他不咬我们。他可能是你始乱终弃哦。哦，不行哦。哦，他可能是冬季龙哦。哦，他是冬季龙，冬季龙的一部分啊，变成老妈的。喂，他掉横膈膜给我哎。他是冬季龙的哪一个部分？横膈膜可能要给风破。为什么要给我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也不知道你还给我哦，你们两个对我好尴尬、啊，受不了。看起来比较尴尬、啊，因为这个横膈膜私藏已久，这个横膈膜讲太久了。你怎么对那个横膈膜这么的感兴趣？哦，我不知道，哎、欸，横膈膜掉下来了，不捡了。我是要收集一箱啊。你说石头还是木头？不是，我说横膈膜要收集一箱。为什么？我他应该是讲说横膈膜要不要收集一箱的。哦，我们还没有成，我还没收集一箱。我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体的外观。嗯，石头冰淇淋，我看不懂，我没有办法，无法辨识，无法辨识。好啦，盖完了，盖完了，这就是城堡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懒惰，给我盖好。啊，糟了。其实只要有一样东西盖出来，就像城堡了。这个就是贝多芬。我跟你讲，要怎么盖才像城堡，好不好？有啦，很像啦，边边是木头啊。我跟你讲怎么盖，好不好？我原本想用石头盖啊，一直有人把我的石头盖，石头柱盖弄。扩张啊，就变成石头外墙了。是谁？是谁？是小孩吗？是谁在套路我底薪？不然我们来盖铁皮屋啊！铁皮屋，那你应该用铁砖盖啊？但是没有啊，那不然我们拿混凝土。烂嘞、欸！哎、欸，好了，盖完了，你看有没有像？好烂哦、啊！有啦，有一点点像，有感觉，有 feel 那个 feel 有啦，87%好像。我在这干嘛？这是什么要问的？顾好你的老妈，顾好你的老妈系列。他被打掉了。哦，哦你们杀掉他了。哦，你杀掉别人的老妈。哦，哦，等下打过来。哦，哦，你完蛋了。他老爸是中介龙吗？哦，被你说中了。哇，他的大舅子是那个凋零王。你们好棒哦！你们的城堡入口在哪 ？Hello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全能住宅垃圾王。赶快去介绍啊！你干嘛一直动？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垃圾呢，就是这一栋。你觉得它像什么呢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呢。可是它却很明白，上面写的说这是一栋。不是，这个门在哪里？佛系进去的，佛系。好好，这是门 ，OK。看到了吗？我们的门敞，门户大开，这就是孔明所使用的空门，那个空城计。哦，空城计。可是看到了吗？里面空无一人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装饰用的火把，连我们的阶梯都要一步一步跳上去才可以到达顶顶。哇哇，好特色！还可以看到，从这边看过去，远方就有美而美呢。哪里？那是美之城。那是美之错了。你们错了，那是陈美姿。陈美姿，陈美姿是谁啦？
这是打秘籍啊！早安陈美姿，早安陈美姿。好了，我们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这个安家那个观众提出来的，我们已经帮你完成，就是这部德性，这件这个东西已经交代给你了，完成了。我们这个也是极限了，我们的垃圾已经介绍完了。我们上来做我们的垃圾结尾吗？我们使用日式的石头、日式的木头还有日式的土。不要每个东西前面都加日式就变日式哦。哦，这是你们日式蛋饼。好啦，我们就准备在这里做片尾吧。美而美不是日式的。哎、欸，那是陈美芝吧？谁有关系啊？已经烂掉了。好啦，那三个建造者是非常不和睦的。我们四个嘛，这是我们四个生出来的。最终盖出了这种那个风格非常非常冲突的一个东西。这个令人傻眼。早安陈美芝还恐怖呢。陈美芝。好啦，我觉得观众们，快点做结尾啊！好啦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那我们下次时光再会。喜欢直播就点击铃铛，还有订阅，还有喜欢。那我们下次时光再会。我是天赋，他是香蕉哥哥。哎，我是巴拉弟弟啊。哦，你是巴拉弟弟，旁边这是风破哥哥，还有石头弟弟、石头妹妹。好啦，那我们直播就结束啦，我们下次再会。拜拜，拜拜，拜。